灯吹起油门，这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骑士突然往左偏撞到小黄车头，机车左右摇晃，再撞右边骑士，机车往前喷飞，骑士被惨摔下车，双膝跪地，而害人撞车的骑士居然头也不回，当场落跑。 你们不撤退哦？没办法退啊，因为人跑了。车祸发生在高雄三民区，19号上午7点多，肇事机车突然往左，害另一辆机车跟小黄擦撞，也算肇事逃逸。初步研判肇责为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机车骑士肇事逃逸。哦，真是啊！哇塞，没事吧？汽机车擦撞平川，轿车打方向灯右转，后方直行机车却刹不住，骑士重摔倒地，两安全帽也被撞飞，还有这起也是骑士刹不住，后座乘客前空翻重摔落地，转弯擦撞高雄半年超过6000起，警方呼吁转弯先减速靠边，机车也要保持安全距离，才能一路平安。记者邓明、罗彩瑶，高雄报道。 脑力耗，至于需要睡眠，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。放松心情，舒缓焦虑，帮助睡眠，让你睡得好，精神就好。充饱电再出发。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。还有主播出人物 BPI 444。